天哪！作家王国林小说非常好，各位嘉宾，这本书下脚还有饭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正是因为这个夏天，就体现了我们许多华人在纽约，尤其在纽约这个商场，大家在这里面拼搏和奋斗。而王先生呢，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是为我们。在纽约的中国人的生活、商场的经济力以及所见所闻，他几乎每天有报道在我们的新闻的手机里面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一方面预祝这位新书发表会成功，一方面刚才听了不是大家都在发言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好，接下来由我们的关心。
潘美香先生送上他的感谢状。接下来有请吴凯。这本书下来我还没有看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正是因为这个夏天，就体现了我们许多华人在纽约，尤其在纽约这个商场，大家在这里面拼搏和奋斗。而汪先生呢，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为我们在纽约的中国人的生活、商场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，他几乎每天有报道在我们的新闻的手机里面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一方面预祝这部新书发表会成功，一方面幸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促使汪慧敬先生的新书发表。汪慧敬先生呢，是我很敬仰、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。之前他出了小说《三会书》《家》《春秋》，我都已经拜读过，非常喜欢。汪慧敬先生呢，他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工作者，他有他的《今日纽约》这个栏目，以及《上海人在纽约》这个群。这个栏目和群有数百万的读者，
汪曾祺先生呢，每天坚持写作，为我们输出了不少的信息和美文，丰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这些在纽约的上海。OK， 对，很有意思，今天参加了。好，因为汪维跟那个先生发过一次，这样说吧，汪维跟在到了美国以后，也差不多25年，经过辛苦的打拼啊，勤奋的写作，也出了不少的书，所以呢，是好像也写出了不少东西。我觉得，我印象当中，我觉得对他就是。感觉印象比较深的呢，其实他除了那个艰苦打拼啊，勤奋写作写了一些东西以外，我觉得最主要的贡献啊，还是作为一个组织者，在那个我们华人，尤其是上海人之间的组织，经常的联络大家在一起，我们也有不少活动，所以我们相交了差不多。汪维跟先生，各位好朋友，下午好。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受邀参加今天的行政发布会。刚才王先生介绍了很多艺术界的朋友们，他还有一个上海人在美国的群，这个群呢多多少少和我的一些亲朋好友们有关，这里有武汉主席蒋维新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葛永普先生，我们的华荣芳副会长，还有我们的吴军硕先生、任建文先生，包括郑一女士、顾英大姐，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我身边的上海人，他们代表浦江的精神，跟汪先生一起见证了纽约的历史，也见证了华人华侨，尤其是新世界以来的发展。汪先生的书著作等身，他也拍了很多的视频，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区的活动，对此我为他也表示崇高的敬意。最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汪先生，希望汪先生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汪先生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四姐妇女。大家下午好。我今天真的很多人都不认识，其实在这个就是我认识，非常的。对不起，来迟到了，因为中午也有话题要上来，我也不知道在搞什么，就社区活动很多，其他话不讲得很大。在座的各位，现场写了几幅字，刚才还不是大家都在发言的时候，哎，还有一点，谢谢。江春秋，上海文化馆。那这一次的新书发布会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，也非常感谢汪老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华人在纽约奋斗的历史。我觉得不仅是上海人在纽约，也是我们的华人、中国人在纽约。您把这本书代表了我们的心声，也希望、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书写出来，写我们的故事，听我们说话。谢谢您，汪老师，四年接受，月亮代表我们心，也是代表这个新书，也代表我们华人的心声。谢谢，送给您，接受。啊，印的，印过来，你拿的吧。我爱你。
要向大家鞠躬，真的鞠躬，掌声来一点好吗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因为这些人，大家等着来，说了不不不，都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，也是我们上海人在演艺当中里面很多的知心的好朋友。因此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，对吧？说了很多话，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，刚才因为有一些东西呢是没有预料到，因为今天呢，原来我们有很多的事都出来了，很多的话语都出来了，不但是在美国，在中国，在上海，在其他地方都有来的语音的组合。但是因为今天有一点小小的情况，所以不能够视频出来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能来了就是开心的，好吧？那么今天我讲的话，那么就讲到这里了，主持人。Thank you.
一些朋友。